Hello， 我是陈佩芬，我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，我两个仔仔分别是六岁和八岁。俾仔仔接种疫苗对我很重要，因为疫苗可以帮助减低病毒的传播，保护我的其他家庭成员和我的朋友。我的仔仔接种了疫苗之后手臂酸痛，但是很快就恢复正常的活动。我们一家人去旅行、外出和其他人见面的时候都觉得放心。给仔女接种疫苗，即是说他们会感染病毒，而病情严重的可能性小得多。